我给你们做一个创意小早餐。早呀，姐。早呀，姐。鸡蛋在里面，还有点西餐的感觉。又发了什么吗？没事儿，姐。没事儿啊。嗯。就是你俩想自己把这事儿干成，是不是这意思？对。好。好了是吧，哥？我就煎个蛋就完了。这还有一点，你要不一块儿？不一样，那里是啥？这里面是肉。哦啊不，啊不，离远点，离远点，离远点。我怎么总受伤啊？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？醉了。差不多。OK。今天早上全是鸡蛋，又全是鸡蛋的一天。他们都不在啊，都不在。